爱，很爱，很爱。好，现在放松你全身的肌肉，跟着我的指令走。深呼吸，吐气，你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轻，完全没有意识。来，张开眼睛，看着这个怀表，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小柔，小柔。刚叫你好几声都没听到哎。吊车已经开始点了，你要先进去。好啊，那你快点。因为是关系紧密，因为你很了解我，所以我的生活作息你都了解。因为我的生活作息你都了解，所以当你不满意我的时候，这才可怕。真的超奇怪，多太蠢了。赶快坐好，迟到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往往会在这种建构的关系上，慢慢的去认识血缘关系，因为你去后面睡一下，不可以谈。不要生气了，我们赶快吃饭好不好？你明明就知道我不喜欢赵庭轩那个女生，你要跟她走那么近，你是故意要气我还是怎样？看，我跟她就真只是朋友啊。朋友能走这么近啊？那你不喜欢的话，我之后就跟她保持距离啊。最好是说到做到。吃饭吧。
不是约好今天要去夜市吃东西吗？啊，抱歉，我今天有点事，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。啊，这样子我一个人好难过，好孤单哦。好啦，没关系，你有事的话先去忙，那我们走吧。
还记得那天我们两手牵相互相面走过的河间看落叶盘旋眷恋